歡迎大家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直播環節，我是謝美琪，歡迎大家打電話來提問你的股票問題，熱線電話是2804-6566，電郵地址 ask@bschannel.com。 身邊嘉賓是我們研究部的分析員譚志樂，解答大家股票疑難。安娜你好。謝美你好。好，今天看到暫時就接通了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旁邊有黃先生，看看他有什麼問題。早晨黃先生。對，早晨啊。是，請講，想問什麼股份啊？8238的，是8238惠投集團，惠投集團，嗯哼，上星期就在0.13室就買了96,000股的，那它現在跌到成本，那樣應該怎樣做呢？1.19，1.多少錢啊？聽不到，不好意思。0.137。好啊，0.137，好啊，現時來講就做緊6.5%啊，都跌緊超過5%噶啦。咁啊，今日嚟講都繼續試低位啦，最低位見過咧就係6.1噶。咁啊，連日嚟咧一直咁樣插落去啦，其實已經咧就係連跌六日噶啦。咁啊，其實蒸發咗唔少啦。而家應該點樣做咧？嘉玲觀眾喺高位買咗，咁啊見到衝落嚟，而且成交嘅獨佔就係增加，沽壓都幾大玩啊！咁咧跌得係相對比較急嘅，咁我諗咧除咗可能留意翻個技術走勢之外啦，我諗咧睇翻呢啲創業板股份啦。咁其實如果咧講緊公司嗰啲基本因素等等，我咧都唔會話特別睇好嘅。你話講緊做嘅一啲好似雜誌相關嘅業務啦，基本上就冇乜錢賺，甚至公司剛剛公布個中期業績啦，都講到仍然有個虧損狀況喺度。咁當然你話睇翻個虧損幅度唔算嚴重啦，咁但係你話近期跌翻落嚟跌得相對比較急少少啦，某程度上同個業務欠佳都可能有個比較大嘅關係性喺度。公司現階段你話淨係咧講緊唯一有價值嘅，都係講緊手頭上揸住嘅現金，相對就比較多5,000多萬。咁但係咧，淨係揸住5,000多萬嘅現金啦，能唔能夠支持翻啦？以現階段講公司嘅市值有成5億嚟計翻起上嚟啦，都擔心緊啦。未來嚟講呢啲呢方面嘅市值仍然會繼續咁蒸發緊嘅，唯一存在價值可能學價呢啲相關嘅因素喺度。咁但係會唔會有個炒作啦？睇翻現階段市場嘅氣氛上面啦，我覺得就相對比較差少少嘅。咁所以呢啲位置會建議加倍小心嘅。咁從個技術走勢上面睇翻。咁成個技術走勢啦，之前徘徊喺4毫子至2毫子呢啲區間，咁跌穿咗呢個橫行區間之後啦，基本上就一定係不斷咁樣反覆沉底嘅。咁你之前你話純粹博反彈失敗咗啦，呢啲位置點樣部署啦？跌得就相對比較多嘅，呢啲位置做止蝕會相對比較尷尬。咁但係咧睇翻，始終個反彈勢頭仍然係弱嘅。如果後市能夠有個技術反彈到1毫子呢啲位置啦，我會建議喺1毫子呢啲位置做減持嘅。咁但係如果啦，後市仍然繼續沉底啦，如果真係跌到去6仙左右呢啲嘅水平啦，咁我覺得啦都要理性咁止蝕離場。好，希望都幫到黃先生你啦。始終買百事達股份咧喺呢個市況當中都比較波動啲嘅，咁啊留意翻相關嘅風險。接聽下一位嘉玲觀眾啦，電話旁邊有張小姐，早晨。早晨啊，問咗輝山乳業同埋只2800，輝山乳業就2.8買嘅，咁我想換馬，即係同埋嗰幾近排個勢又好似幾好，咁可以去到咩位走咧？即係如果蝕㗎啦。好啊，咁啊見到輝山乳業啦，連日嚟個股價都做好啊嚇，咁啊成個形態啦都係依然向上嘅，今日更加係升接近7%啦，咁啊再有啦就係咧相關人士去到增持嘅消息啦，利好翻股價，咁啊6.63啦，現時做緊2.54啊，咁啊今日嚟講都見過52周高位噶啦，2.58，大家嘉觀眾2.8買入，換言之依然都蝕緊錢啦，似乎嘉玲觀眾打定輸數啦，咁啊想咧就係止蝕離場換馬噶，咁啊先問翻阿來，你認為輝山乳業有冇機會向上？嘉玲觀眾啦，好等翻價向你睇翻個圖表走勢上面個上升勢頭就非常之明顯嘅。咁我諗你睇翻近期嚟講啦，其實輝山乳業都好多大行或者近期嚟講，你係內地嘅政策層面上面啦，都有講到13/5裏面講緊一啲嘅木業上面嘅規管上面啦。咁始終對個行業嚟講有利嘅，因為講緊呢個規管政策上面講緊牽涉住個規模都成1,000多億元嘅人民幣喺度。咁你話對於從事你話有上下游業務嘅輝山乳業嚟講啦，唔多唔少有個幫助喺度。見到個上升勢頭咁良好嘅情況下啦，我建議會繼續揸住先嘅。咁但係要翻到家鄉啦，2.8呢啲位置我都覺得係相對比較困難嘅。你話偷翻高位減持係可以，咁從個技術走勢上面睇翻啦，始終之前股價徘徊喺2.3至2.5左呢啲嘅位置，咁暫啱啱見到有個突破嘅跡象喺度啦。短期後市個睇法，我會覺得啦，唔穿2.4呢啲位置啦，會有條件繼續揸住先嘅。現階段市場冇乜方向喺度，咁既然呢只股份暫時嚟講個升勢相對比較明顯啦，亦都見到係有個成交配合嘅情況下啦，我覺得會有條件繼續揸住嘅。暫時嚟講，我會建議繼續揸住，唔穿2.4可以繼續揸住。至於上望嘅目標啦，我自己睇到2.7左右呢啲位置先咯。
系张小姐，今日6863，你系想咧就系指示去到换码啦，咁啊系咪换只2800啊？定系本身2800有货啦？嗯，好啊嘛，2800啊，盈富基金现时啦做紧24.5元噶嘛，升紧只五仙，跟随大市方面啦，有翻少少嘅升势，升幅唔算多啊，最近股价都偏软嘅，现时呢刻啦就做紧24.5元啦，恒指方面升紧100，做紧23914，呢条恒指走势啦，咁啊挂钩性得比较重啲嘅股份噶嘛，应该点样去到睇只盈富基金啊？嗱，咁基本上盈富基金系直接追踪恒指啦，咁所以啦睇翻港股个走势上面，我谂你会睇翻到啦。其實呢啲位置我覺得啦，對於港股恆指個睇法，我自己睇得比較正面嘅。咁但係就好老實咁樣講啦，呢啲位置你去搏啦，論值搏率唔係話真係非常之吸引嘅，因為你睇翻第一方面啦，市況現階段仍然係相對比較弱。咁如果再向下試翻啲低位穿埋，好似講緊恆指方面啦，穿埋之前個低位大約係講23800左右呢啲嘅位置，都擔心其實個調整幅度會有機會深少少嘅。始終講緊啦，現階段你話睇翻個股市個氣氛上面啦，係會有條件有翻個深少少嘅調整，咁所以呢啲位置我覺得論值博率啦，唔係話真係太過吸引。如果你話好似之前個建議上面嘅，將輝山乳業換落去盈富基金上面啦，呢、這個位置我唔會咁樣太建議嘅，因為你係論兩隻走勢上面啦，輝山乳業可能個走勢會相對比較強少少，咁所以輝山乳業啦，論翻之前嘅策略，先首先就將個指示位失翻2.4先，唔穿2.4，後翻望翻2.7呢啲位置。至於盈富基金啦，如果你係從個圖表走勢上面啦，現階段你會見到比較關鍵嘅支持位啦，24.3左右呢啲嘅位置。咁但係正如之前所講嘅，現階段你話市況啦，要向上衝個機會相對地冇咁大嘅。咁如果你話一旦有些少利淡消息啦，咁我諗你話譬如好似講緊今晚啦，見到聯儲局嘅議息紀要上面講到未來嚟講加息個風險仍然有機會增加啦，唔排除恆指港股方面有機會向下做個調整先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盈富基金咩位置先去吸納啦，我會建議等到佢回落翻呢個大陽燭嘅底部，大約去到24樓下呢啲位置咧，先開始考慮去吸納嘅。好，唔該曬 Anna 噶，咁呢個時候同大家都跟進翻啦。頭先咧就係阿張小姐問到啦，漁業股方面成個板塊嘅最新情況先。好，我見到漁業股方面啦，咁先講就係蒙牛啦，現時呢一刻咧就跌緊0.5，做緊33.5。輝山漁業咧就升緊接近7%啊，做緊2.54。燕麗木業方面啦就升緊超過2%，做緊2.46。合生元方面啊就升緊2%，最新報喺14.38。亞士尼國際咧就跌緊4%，最新報喺2.1。好啦，啱跟進完咧就係港股方面嘅情況啦。咁我想同大家都跟進埋內地股市方面嘅三大指數啦。上證方面咧就跌緊24，最新報喺3968。深證成指方面咧就跌緊17，最新報喺13554。嘅滬深三百指數跌緊7，最新報喺4070。咁啊，見到三大指數咧，暫時嚟講都係要向下嘅。啱啊，咁見到咧就係 A 股方面咧，繼續咧暫時嚟講都係咧要向下啦。但係始終都比較窄幅啲啊。今日得啲利好消息嘅，咁就係講緊營匯方面嘅數字啦，又大翻啲啦，1200億嘅人民幣啊。咁啊，但係呢個咧，始終嚟講，對於成個股市嚟講，個成交額先比較細啲。其實對於 A 股今日嚟講，有冇啲振興作用啊？嗱，咁咧幫助性一定唔大嘅，因為你話始終講緊逆回購個方面啦，都係一啲好短期嘅流動性措施喺度。反而你話講緊啦，現階段市場今日可能比較關注翻嘅，咁其實都講緊啦。自從講緊個人行嗰方面啦，完善咗人民幣對美元匯價嗰方面之後啦，其實都令到啦，咁始終見人民幣有個大幅貶值嘅勢頭喺度啦，貨幣個供應量開始有啲唔夠，咁都講緊啦。現階段近日嚟講啦，市場對於嗰個流動性嗰個關注啦，就相對比較大嘅。咁講緊個流動性都開始有個緊縮嘅狀況喺度。咁所以咧，第一方面啦，睇到今日嚟講就有個大量少少嘅逆回購出咗嚟。咁但係其實只係反映緊內地嗰方面流動性相對地比較偏緊啦。呢啲唔係一啲非常之利好嘅消息嚟嘅。咁但係你會睇翻到啦，咁今日中證報上面啦都有講到啦，嚟緊未來可能有機會下調翻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咁所以咧呢個憧憬啦，對短期後市嚟講當然會有個幫助。但係啦，始終講緊咧，會唔會做有呢啲嘅寬鬆嘅貨幣政策出嚟啦？咁其實都仍然有待觀察。咁我諗嗱，最主要現階段啦 ，A 股其實就浮浮沉沉，唔上唔落咁樣嘅。最主要原因就始終講緊市場觀望嘅嘢仍然相對地比較多。雖然現階段啦都預料咗好似中金公司嗰啲短期嚟講唔會退市，咁但係啦，股市未來嚟講啦，能唔能夠再升翻上去啦？普遍個睇法上面係相對比較偏淡嘅。咁所以我諗你話睇翻現階段啦，其實內地個股市嚟講咧，雖然你話成交金額兩融嗰方面都開始回復翻上去啦，咁但係我相信你話要再炒上啊，或者再要升翻上去啦，以現階段個情況嚟講啦，就仍然我都會覺得相對地比較困難嘅。好，唔該曬 Anna， 呢節時間差唔多，同你做翻新報，提及個股份或者係相關指數資產有冇持有？冇持有㗎。唔該，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仲有另一節嘅問答時間。